我们现在要坐船上湄洲岛，票已经在网上订好了，过去看一下网上的票应该怎么换。今天还是有点风，但是已经是最近天气最好的一天了。嗯，但是还是阴天。不用买票。等船的人还挺多的，我们跟这排队呢。小唐呢，老实呢，有几个旅行团啊，还有一个学生的一个那个什么研学团，还一直等着呢。现在快十点了都。糖糖开心，对，我们糖糖都坐过好多次，好多次船了，也那个渡轮也坐过，然后湖上的船也坐过，好像长江是看过了，大海这是第一次。我们要去看大海了，糖糖。哇，旁边那个船晃得很厉害，待会儿我们这个浪过来也会晃得很厉害。哇，开始了。啊，就这个浪啊，还好我就挟持了一点点。这个船后面也会有海鸥跟着，我们之前在无锡的源头渚就是坐这个太湖上的渡轮，然后后面还有很多海鸥，看来海鸥现在就都是聪明，都要跟渡轮的。马上就到了，横过，着急了，太兴奋了，咱们拍个打卡照。好嘞，行。坐着这个公交车，一个人2块，最经济实惠。哎呀，糖糖坐回公交车，跟平常可没地儿坐公交车去。在那边吃点东西，早上起来光收拾行李着急了，还没吃早饭呢。咱这边有个煎包。还是非遗，还是福建名小吃，这景点的也不知道行不行。我点了一个叫扁食，扁食汤，叫扁食汤，就是小馄饨，小馄饨。然后这是我妈点了一个套餐，乌鸡汤。我爸那个是个什么？豆腐丸子汤。嗯，他这是葱油拌面。拌面。还有几个包子没上来，这包子等了半天都上来了。老粉丝啊，看一下，煎包，它这特色吧也是，它这本身就是煎包店。这就是这个公园的一个全景图了，现在这是这个岛的一个尖儿上。好漂亮，波涛汹涌的大海啊，这个沙滩真的挺棒。也可高兴了，就是让他敞开玩吧，到酒店给他洗澡去。不脏，他一下子错了，就错了。然后他找齐哥呢，找不着。齐哥刚才给他收了粑粑，找地扔去了。可是高兴了，呵呵，高兴了。没看见你呢。哎，
看，来。害怕。碰见北京老乡了，在那儿，就我妈抱着糖糖玩的高兴。坐公交车，到这站了，燕飞故里，那一个影壁石雕，玉仙翁古井赐福，上面写着呢。然后镇海怪，戏什么，抛杯。然后旧商伯吹草成木，焚祖屋。导航帆船，系上舱，汉情骤解，知灵符什么意，治病救人了，开荒雨，菠菜滋民，踏祥云，升天成仙。它里面不是没供神龛，所以咱们就可以进去拍一下。它只是一个宅子，这还掉一个这个。哎，你说这木地板不是怕水吗？天井的位置对着木地板，这样的格局，姐妹房。啊，这是他民族服装。真的，那居然有人往这里面扔钱。妈祖双是他父母的。这是介绍这个他们这民俗这个贡品，给妈祖的贡品，都是实物做的。中间这彩色的粉色的好像是虾片，炸的虾片，这都是什么呀？都是实物做的，底下是大米。这个是南瓜籽儿，香火实在是太旺盛了。